的。哦，他哭着都没有劲了，不用我啦，我会死，我会死。我想飞扬的出来买菜的，结果打空他了。做孽哦！你可以帮我做做别的吧？好啊，没问题，宝宝。十一点了吧？姑子，姑子，我直播关了，直播关上他了。够了吧？哎喏，我也是。安妮的，啊，他好了，那么巧不巧？好，不好意思。木洞啊？木洞？这是脱裤衩。脱裤衩？安妮的，啥情况？没啥事体啊，没啥事体啊。啥情况没个啊？就是讲，我最好的朋友总算帮我女朋友见面了，真的老开心了。我是脱裤衩。我是木洞呀，还认得都老开心啊。安妮的。哦，陈呐，侬没事体吧？哎，对呀。侬要紧不啦？哎，我没事体。不好意思，侬是啥人啦？啥叫我是阿里位啦？我们肯定是。我说你都，我说你都吃不消了。那个讲闲话声音实在太响了，哪晓得吧？哎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闲话，不要讲闲话，好吧？不要讲闲话了啊！哎，黛玉啊，侬好帮我去个冰箱里向拿点牛奶吧。想呀，你是帮我关系最好的表姐呀。哦，太好了。那不弄呀，宝宝。宝宝。我不是帮侬讲过了吗？不要再叫我宝宝了呀！我已经不是宝宝了，好不啦？啥么子啊？我已经不是小宝宝了呀！哟，阿妮的，我要帮侬吓死他了呀！是谁？我一听到侬出事体嘛，马上就赶过来了。侬好呀，阿拉交关辰光没碰头了。啊？阿拉昨日夜到不是还来海？阿拉昨日夜到不是还来了一道吗？对呀，阿拉辣盖一道，辅导我功课呀。侬是我英语老师啊。我老早以前就不是侬的英文老师了。我不是后头来又请侬了嘛？侬讲是就是吧。阿金的，侬要紧啦？哦，操，哪那么乱？哇哇哇哇哇！妈，侬来搿搭做啥嘛？是啥？不好意思，我才帮他搞完。侬最好帮我解释清爽。搿情况是，那是不是觉得有可能？那在辣盖做梦啊？阿拉大家一道做梦有劲。太假了！哎，这可能是㑚认错的人了，大概。侬再勿老实交代。我就听到打了表，你是医生，医生是张德凯先生对吧？对呀，就是我医生。安妮的，胡卓佩，那好就好吧。吃不消。胡卓佩医生，安妮的，搿把女人啥人啊？是安妮的，阿拉是侬啥人？侪是我最重要的人呀，屋里向的人啊，侬晓得伐？还有个朋友啊，还有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位。搿人是啥人啦？操，哪侬心里晓得的，也不要讲嘞。跟伊拉讲是我。啥？侬勿是伊拉表阿姐吗？伊拉表阿姐，啥人帮侬讲啊？你肯定晓得的呀，因为伊是伊最好的朋友。对呀，我勿是伊好朋友啊。你丽娜，哦，真的。